他们是想用血壶引我出来，是否需要支援？杨迅老谋深算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我会在第三处观察线索，一旦救出血壶，马上撤离。 严雨墨死亡当天确实没人进过审讯室，但是委员让他临时去大厅拿了一件包裹，回来之后，尸体就被拉走了。什么包裹？好像是个什么蛋糕礼盒。我派人去查了，蛋糕店的老板说，当天确实有人给第三处订过蛋糕，但是他记不清那人长什么样了。 这件事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明白。另外，队长这几天有点可疑，自从汪雨来了云江城以后，您就下令停止教化。可是我看他最近还是频繁进入您的藏画室。你是说，他把人藏在了地窖，跟我玩了一手灯下黑？ 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帮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吧。明白。李芳，你前途无量啊！灯下黑。
等我回来。当狗就得听主人的，还是说你想让我亲自动手解决啊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，有件事我必须完成它。我知道世界那么大，我也想留下，可是我停不下这步伐。黑暗中一束光照亮我，那是你临别时唱的歌。我知道命运的枷锁何其难挣脱，幸好你仍愿听我诉说。多少次擦肩时，我们未曾相知。可离世让我们有同一个名字。